挑出适合的照片来做动物沟通。那一般来说呢，照护人都会拍很多的照片让我选择。那其实挑选的标准呢，是最好是看得到双眼，然后或是看得到全身。但是这边的照片其实都不算合格，因为没有看到双眼，那有全身的又看不到双眼。那其实最好的就像这样子，看得到双眼又几乎看得到全身，那双眼又几乎是直视镜头的，那哦，还有就是最好是三个月内的，这样子的照片是最适合做动物沟通的。通常挑好照片以后呢，我就会把就是照片里面动物的样子记在心里面。那接下来呢，我就会稍微静坐沉思一下，把刚刚烦躁的心情稍微沉淀好，预备接下来的动物沟通。免费下载的哦，所以大家如果是下载来这样就可以随时随地关心到娱乐新闻的动态咯。